无尽言，死呆，来命。关公看书毕，大哭曰：“某非不欲寻凶，奈不知所在也。安肯图富贵而被救蒙乎？”乃写书托送信人带回，奉上刘皇叔。其书答云：“妾闻亦不负心，终不顾死，与自幼读书，粗知礼义，官养脚哀，左伯桃之事，臣与舍命全交，未尝不三叹而流涕也。前手下邳，内无激素，外无援兵，欲急效死，奈有二嫂之众，为敢断手捐躯，致父所托，故尔暂且积身，既图后悔，尽至汝南，方知凶性，即当面辞曹操，奉二嫂归，与旦怀一心，神人共戮，披肝沥胆，彼处难穷，瞻拜有奇，福未召见。”关公欲向曹操辞行，曹操军必不见面，公不得已乃封金挂印，所有原赐之物尽皆留下，分毫不带去，写书一封辞曹操。其书略云：“与少是皇叔，是同生死，皇天后世，时闻私言，前者下邳失守，所庆三世以蒙恩诺，今叹之故主在袁绍居中，回党昔日之蒙荣违背，心恩虽厚，旧意难忘。兹特奉书告辞，福为照察，岂有余恩不报，愿以四之一日写